张伟，午安。Hello，Hello，hello。 那我们是不是是，就正式开始？好，那郑伟午安，那感谢郑伟一直来对我们这个协会所办的这个社会创新人才培育的这个支持。那过去我们做的都是对社会人士这边所进行的培育。那接下来我们在希望在我们预计在暑假我们要开始推动校园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上课学生是从学生开始。那过去我觉得我们办社会人士版的时候是对这个学员是做加值，然后其实是对他们既有的在职场上的能力或者事业的发展的加值。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如果回到校园这一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机会去翻转整个学生他学在生，未来的职涯跟置业的规划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校园版，是我们希望可以赶快来进行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在快速迭代我们这个培训课程当中，不论是社会人士或者是校园版，我们也希望在近期的目标也可以开发跟设计出一套属于社会创新素养跟能力培育的这样一个教材模组，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那政委这边就由我来做画面的分享。行。好，谢谢。好，请问大家有看到吗？目前还没看到。哎，是吗？哎，都，有我没看有到。分享成功吗？整个画面，这样有看到吗？现在有，好啊，这样有吗？播放模式，可以。好，感谢哈。那政委，我就开始哈。那我还是再次感谢政委哈，对我们这个协会一直来对人才培育的这个部分，支持的部分。那现在我所介绍的版本是我们预计要在暑假推出的，但是还是一样跟往年先前我们做社会人士版的规划一样，希望先让政委看过。那您如果觉得也支持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正式的对外的露出的资料，我们才会来对外来启动这样子哦。然后今天主要就是两个部分，跟政委做我们的这个校园版的这个培训的说明。然后也希望可以邀请政委持续支持我们校园版的这个培训的部分。那跟政委报告就是我们校园版呢，预计会是以线上的方式来进行。那因为在我们过去在社会人士版在推动过程当中，第二届报名就有成大的学生就打电话过来问说，有没有办法对中南部的学生也做线上的这个培训的部分？哦，那有这样的一个资讯的 feedback，以及考虑到疫情的部分，哦，所以我们校园版预计会是以这个线上远距的部分为主。好，然后这个部分相信大家都非常认同哈，就是说要落实永续发展，其实社会当中的各个议题应该是彼此被相互支持。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韧性社会该具备的哈。那但是我们觉得说，要让各个议题被关注，要让这个社会具备韧性，我觉得应该是先从人才培育跟教育开始。哦，所以这也是我们校园版想要去达到的目标。那在这边跟大家快速的分享是画面当中看到这位戴帽子的这一位哈，是我之前在亚洲大学带国际志工的学生，他叫做季廷君。哦，他是患有侏儒症，大概就是120公分到130公分这么高。哦，那他之前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在课堂上，他是我进修部的学生。然后因为我看他在教室就坐在最边边啊，然后很瑟缩的一个人，一个学生，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担任学校国际志工的老师嘛，哈，所以就邀请他加入国际志工这样子。然后他前前后后，在我这边大概待了2年到3年国际志工的部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一个很畏缩，没有
没有自信的人变成去透过服务他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观念有翻转，包括他转成日间部，并且在毕业典礼那一天，他是我们亚大7个学院3000多个学生当中拿到最大奖，他第一名、哦、他不只拿一个奖，他拿了好几个奖、哦、那这过程当中，我觉得说我在带他国际志工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那时候校园没有所谓的社会创新的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课程、哦、或者模组的课程都没有，但是我在带国际志工的时候，就跟学生就在讲说，我们出去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这个问题当中所牵涉的利害关系人会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我们来设计出我们的一个行动方案，然后这个行动方案跟过去是稍微不一样的，就像政委一直提到的，众人之事众人助之，应该是滚动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来解决问题。所以在这个带国际志工过程当中，我对学生的我们都是一起规划讨论啦，我们就是在 做所谓的分析跟解构问题以及提供 solution。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去思考说如果我们要对大学生来办的话，跟一般的社会人士版会差在哪边。我们觉得说对大学生而言，他们在实战跟实践的能力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他们对于分析跟资讯收集的能力我觉得会很好。所以我们在校园版在比较聚焦在的比重会多一点，是在所谓的资讯收集跟分析这样的能力的养成。所以我们的培训的目标，我大概highlight 几个部分，就在于说我们希望在我们办班的能力过程当中，希望可以让学生养成可以具备去提案，对国际商学竞赛的提案的能力。那我们希望是以 Hood Prize 为目标。好，那因为我先前也是担任台湾 Hood Prize 的老师嘛，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可以让这个校园版的培训的学生之后结案的时候以小组来提案，然后会以 Hood Prize 来看齐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办班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成果发表完之后，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协助他们去做先从台湾跟区域的 Hood Prize 提案开始。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希望让学生在这个培训的12周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以小组为单位，针对他们所关注的议题 SDG 的议题去找相对应的国际组织，然后以协会这边的名义、哦、来跟这些国际组织做一些交流，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的。那我们的确深刻体会到，现在大家对于所谓的永续人才，尤其是 ESG 的人才，这样的培训课程非常之多、哦、那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社创社会创新人才是永续发展人才的一环、哦、但是我们跟坊间的这些永续发展的人才或 ESG 人才的培训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可能比较多的是在趋势的了解以及法规的迎合跟所谓的这个报告的撰写的架构的理解等等。但是我们从一开始来办这个人才培育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为组织去培育是可以创造改变跟可以落实永续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好比因跟果嘛，我们比较属于因的部分，果的部分我们要写报告等等，但是总要有素材。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是可以去培育可以创造素材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一直期许自己在社创的人才培育这边可以一直聚焦在这样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会去考虑到出海口的问题，我们培训学生的出海口可以到哪里、哦、那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协助他、哦、所以这边跟社会人士版差不多的还是一样，我们会让一些结案的项目我们会协助他们来落地。那对大学生而言，尤其是大三大四，他们可能希望可以在就业上或者在就业的体验上、哦、可以来补这一块、哦、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政委应该都很清楚，这边我就跳过去。那这边要再 highlight 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跟社会人士版不一样的就在第5点其中、哦、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跟国际组织交流。还有第八点，因为大学生他们对于实战、哦、跟所谓的实践的经验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大量盘点理解国内跟国际上一些有亮点的这些社创单位、哦、或者社创的专案、哦、我们去做个案的盘点。所以我们会在培训课程正式上课以外的时间、哦、我们会定例如说每周三的晚上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是有关于我们对一些经典的个案、哦、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研讨、哦、来补足大学生对于实际上人家怎么落地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补强。那我们也会在第九点，我们会尝试、哦、来做就业的接轨，那我们会做一些模拟面试、哦、然后这模拟面试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会找三四位上市柜公司有关于在可能是永续长或者在永续报告或 ESG 这部分的专职的这些高阶经理人，我们邀请他们来协助做这个模拟面试的部分。然后我们也跟 CSR One 大概有先交流过了哈，那他们也愿意就是说让我们的结业的学生他们的履历可以放在他们的 CSR One 的这个求才的平台当中，然后他们也是有机会可以到 CSR One 这边来做所谓的永续发展报告书的分析等等，大概是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的都是在我们课程架构当中三四五这三点。好，那在我们的模组课程当中我们会做一些修正、哦、跟社会人士版稍微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课程数没有那么多，但是会更聚焦在分析跟思考能力的这样的这个时数来增加、哦、所以我们的大概就是分成这四个模组、哦、创新跟永续，那思考设计跟趋势应用跟实作分析。那一样我们跟成人版社会人士版一样有所谓的专题辅导，然后跟个案研讨跟国际组织交流。那这部分的时数都是不计在学费里面。那这是我们希望除了政委这边还没确定之外，我们这边的师资几乎都确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培训课程当中邀请到的师资。那第一位当然是希望我们可以持续邀请政委来支持我们这个校园版的部分。那也一样我们也希望成果发表的时候可以一样跟过去的往例到社创中心跟政委这边来做报告，然后让政委这边来点评。那一样我们也是邀请施正荣董事长持续担任我们的总顾问。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依照模组课程当中排下来的师资，那这是我。然后我们邀请到CSR One 的 Tino 副总。那这边主要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是我们希望让大学生他们知道说这些上市柜公司在编撰 CSR 报告或者写 ESG 报告或永续报告书的时候他们着重的点在哪里，以及我们看报告的时候后续的分析等等。那也借由这个报告的分析可以去了解到所谓的趋势的发展，这个是我们新增的课程。那一样我们邀请这个系统思考在台湾的专家薛老师、哦、薛执行长、哦、薛博士。然后在社会设计的部分我们就邀请到杂学校的苏养志校长、哦、那苏校长在体制外的教育、哦、这部分以及议题的如何的这个如何关注、哦、跟启动社会的沟通等等，那这个是杂学校非常擅长的、哦、所以这门课就邀请到了苏校长。那Tech for Good 的部分我们就邀请到了陶建宇创办的，那他也是我们协会的理事。那会找他就在于说他们公司除了是 AIoT 之外在 AI 这边的部分，以及他们现在公司正在用 NFT 跟游戏化的部分在做结合，所以我们除了在介绍科技应用如何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大学生有一些有兴趣的部分、哦、所以可能会不是可能啊，我们会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安插了一个主题像 NFT 的部分，那如何应用 NFT 游戏化或者如何应用 NFT 这样
样的精神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说募资的部分，我们一样是维持，就是找大喊，找大喊。那一样我们还是希望学生的提案的过程当中可以快速去走过金石创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挑战会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一样是吴湘勋博士。那最后提案如何变成专案的方式来执行的话，一样是由我们的陈总裁来进行。然后刚刚是我们的正式授课的师资，那这个是我们的在 coaching 的部分，小组他们提案完之后，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他们的提案是可以落地有亮点的，所以我们会有四关，必须第一关过了再过第二第三第四关，我们 才可以让学员去做发表。那第一关就是由我，我主要就是说帮小组去确认一下他们这个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跟他的解决的架构跟 business model 的雏形的确定。那第二关就在讲说我们是社会创新，我们如何怎么样把所谓的技术的含金量融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那到第三关就由林优信执行长来确认一下实务上他在落地这实践上可行性与否，这第三关。一直到第四关前面三模都确定了，那在走金石创业的时候如何来走，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梦想导师的部分。那我们预计开班，我们希望一班最多35位，那资格就是只要还有学籍的大学生跟硕士生或博士生都可以。那我们目前上课会用线上，成发希望到社创中心。那这个目前估的学费35000，这是比较这个社会人士版，但是我们知道大学生可能付不起这样的学费，所以我们在这个校园版的部分，我们会主动的去寻求一些机构或个人的这些合作跟赞助，所以我们大概会去希望在寻求赞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学生还是要自付，因为完全免费对他们而言，他们可能不会放在心中那么多，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让学生可以自付学费大概30%到40%，然后我们会去寻求一些单位合作补助6%到70%。那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合作单位要支持我们呢，那他们带给我们带给他们的效益大概是什么，大概就是这5点。好，那跟政委快速的简单的介绍到这边。那另外要跟政委补充就是说我们协会除了是实际上在做人才培育之外，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常务理事恒敏，他现在他这礼拜五要那个论文发表，那他发表的题目就是社会创新跟永续发展跟社会资本的部分。那我们他这份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收集了大概520份的有效的问卷，虽然这不是一个专业的调研机构的资料的收集，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减少研究方法上的偏误。那在这一份的研究过程当中，其实恒明的研究发现就是说一个社会创新，一个个人的社会创新的能力包含4个能力，这4个能力越高的时候，在个人在实践永续发展目标环境保护啦，然后经济成长跟社会促进都是有正向的影响，所以我们这边也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从学术的研究上去证明说所谓的社会创新这个能力的养成或素养的养成其实是蛮重要的。好，那这是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政委。好，谢谢。有哪位朋友要补充吗？还是都还好？阿妮塔姐，然后阿妮塔姐是，阿妮塔姐。OK， 政委，我们团队这边没有要提问的，主要是跟政委这边做报告，以及希望邀请政委持续支持我们的校园版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哦，很详细的报告。那我们也刚好今天上午才开了这次的跨部会的社创联系会议，我想每个部会，尤其是在现在净零的这个角度底下，确实对于社会创新，对于每个部会可以发挥的作用，有更多的体认跟理解，所以我想这部分包含我们社会创新行动方案接下来几年的方向，仍然是扣合这个永续发展目标，所以这个是跟你们的这个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也在今天稍早的会议上，就国发会的产发处吧的处长也有分享说，那因为之后国发会他们也是永续会的幕僚机关，那所以可能之后社创方案的主持可能就会逐渐往就是公民行公政委来移动这样子。那我当然还是会尽可能的协助，那只是说因为本来永续会在环保署嘛，那我们在民间做的事情跟环保署中间当然有些连结，但比较跨部会性质没有那么大。那但是现在既然永续会就是所有的 SDG 的关口也在国发会了，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来放这件事情。那也因为就是国发会之后的角色会变得比较重，那他们也手上本来就有一些以 SDG 为主题的引导，特别是青年去发展每个地方的 SDG 的特色，包含这个青据点啊，以及既有的地方创生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相信你们也不陌生嘛，所以未来应该是多了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说我自己的话不一定能够 commit 说我一定是在七月到十一月中间不管人会不会在台湾，或者是会不会还担任政委的角色，或者是会不会办公室还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那坦白讲我现在不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太可能就是以我目前的这个身份去 commit 这个七月到十一月的行程，但是我们一旦确认之后，我想小婷会尽快的跟你们做更新。那完全不是因为你们的计划怎么样，是我自己这边的计划怎么样的问题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是就是当然包含一些新的像 NFT 这样的技术是很好，不过我最近也在地球日的公开的发言里面有指出说目前的 NFT 的平台特别是用以太坊的话，那它的就是碳足迹还是比较高，虽然没有比特币那么高，但还是非常高的。对，所以也有可能说你 NFT 做一做，结果不管做什么好事，就被你的碳足迹抵消掉。那这不是一件很妙的事情。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因为NFT 它目前没有办法去区分就是购买、管理跟分润。跟使用四种主要的模型嘛，对他来讲只有购买跟购买的时候的一次性分润，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很难做到我们平常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所需要的那种关系，就连一个简单的休业证明 NFT 都没有办法做，因为他可以钱包直接卖给别人，相信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操作，所以就变成说好像我主张我毕业了，我改个名字成某甲改成某乙，然后那个某乙就是 NFT 保证限量，确实你也还是只有那么多人是那一届毕业生，但是怎么突然就变成某乙毕业了啊？那这种就是不太可能用来做参与认证的做法。那目前我也跟就是NFT 社群的技术的主要的工作者之一Vitalik Buterin 正在做这方面的改善，希望能够做到比较记名式的 NFT， 那它叫 SBT 啦 Soulbound Token， 也就是不可转让的 NFT。 那我觉得它要不可转让才比较不会炒作，那就是我想你们的目的也不是鼓励炒作嘛，所以就是高风险的转卖跟炒作已经是跟 NFT 是已经好像画上等号了，这个相信大家都了解。对，所以是不是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SBT 还是什么来形容这种比较没办法炒作的东西？因为当你可以炒作，其实包含证券交易法、包含金管会、会包含洗钱防治、诈骗等等资控这些东西大概都会进来。但是当你没办法转让炒作的时候，忽然这些高度的管制都跟你没关系，那这个可能也是必要的。如果你要把它当作
给学生的一门课程的话，不然的话，感觉上就很像在教赌博或投机，那这个可能不是不是一门课可以打得起号。我的意思只是这个，对，所以这是第三点，那可能就是要跟 NP 那位朋友稍微沟通一下。对，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大概都没有问题，因为跟你们成人的部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子。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看大家有没有其他想要讨论或询问的。OK， 那政委，我们这边回去会来修正有关于这个课纲有关于那个 Take for Good 的这部分，我们会把这个 NFT 的 term 把它论述一下哈，那不要有让大众在解读上有一些其他的想象，这样子，这我们来修正。那至于政委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七月之后可能有一些在一些不确定的部分哈，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开业典礼的时候您可以线上为我们致辞跟勉励，这样子。如果是预录绝对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相信你们跟小婷合作 很久，所以就是提供他一些稿子，那我就尽可能来预录大概三分钟左右，这绝对没问题。 OK 所以在点评的部分我们就不会很确定的去讲这个部分了，因为对还有政委这边还有一些没有确定的，就是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对对对好像很难去 commit 这件事。对，好好好，没问题。那我这边没有了，那是不是我们团队这边有没有要跟政委讨论的项目？我有一点这边有吗？是，我可以跟政委请问吗？来，请说。好，政委好，就是说，在我的论文里面，它的结论的部分，本来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向政府相关部会来提案，提什么案呢？就是说，因为社会创新对永续发展目标的达成，它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所以有没有可能向政府，看是哪个部门提案，有没有可能在，执行永续发展目标的时候，可以编列预算，让民间的一些机构来执行培训社会创新或 ESG 人才的专案。是，以上，谢谢。我想各级政府现在很多都有永续会嘛，那不管是地方政府的永续会，或者是中央政府的永续会，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用现有的永续会，不管是他们的委员或者是他们的就是线上或线下收集提议的那个地方来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建议。因为您也是概念上是说有国家永续发展蓝图把它变成永续发展蓝图的一环嘛，那我具体建议就是说看是不是就是像不管是可能地方先也比较容易，但也包含中央的永续会去提出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好，谢谢政委。中央的永续会是不是刚刚政委提到的国发会的？它的网域在国发会底下，但是它有一个自己的就是国家永续会的一个网址，那我有把网址提出在那个对话框里面。好的，好，谢谢政委。好。秘书长这边没有要提问的吗？那总裁这边有吗？总裁？总裁这边也没有。那政委我们大概跟您这边做报告跟请益的部分大概就是到这边。那我们有一些 update 的资讯跟修改都会一样CC给小婷，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到这样子。好，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贡献。谢谢政委。谢谢拜拜。谢谢也谢谢小婷。好，谢谢政委。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小婷。拜拜。